Hello， 大家好。这个视频里，我尝试用 GoPro 11，还有大疆 Air 2S 无人机，记录了一下我们一家人昨天去莎士比亚公园挖蛤蜊、徒步，还有看羊宝宝找妈妈。莎士比亚公园在奥克兰北部，大约40公里，车程45分钟，很近的。有山有海有沙滩有蛤蜊有牛羊，特别适合一家人周末去吃烧烤、轻徒步、下海玩，强烈推荐。到了公园停下车，我们家的女人们就冲下沙滩去挖蛤蜊。我们当然有另外的任务了，就是飞无人机。这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一会儿还要下小雨，特别影响视频效果。画面有点灰蒙蒙的，调色也很难调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用大疆无人机，对 D-Log 还不太熟悉， Color Grading 也不是特别精通。无人机找到他们了，这里水其实还有点冷的，踩在泥里绝对不好受，所以要对他们说辛苦辛苦，点个赞，多亏了你们，我们才有的蛤蜊吃。尝试让无人机拍一组环绕的效果，手动操作起来感觉还不错。刚开始是有点生硬的，不太熟练，一卡一卡的，就是镜头和无人机的运动之间特别不协调。但是后来就好很多了，就有点像打游戏的感觉，其实就是拿个手柄来控制你所操作的角色或者物体来让它运动。来看看我们勤劳的女人们，太了不起了，真的太了不起了。我的岳母一定要转两圈，先来个第一圈。可以可以，再来一圈，反着再来一圈。来，这个时候已经有点下雨了。在这里海水退潮的时候，这片有特别多的蛤蜊，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鸟、天鹅在这里悠哉悠哉。大自然真的太棒了。这时候的雨真的已经很大了，然后我们
就还是返航吧，因为我的无人机 L2S 也不是防雨的，虽然小雨下飞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还怕它的电池那里会进水。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些海鸟都开始起飞了。我一边特别害怕，因为怕它撞到我的无人机，然后但是又特别忍不住想要跟它们一起飞，因为这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刚刚那个鸟，你看到吗？还有这个，差点撞上了，快把我吓尿了。雨真的太大了，雨真的太大了，赶快回吧，赶快回，找个地方避雨。一会儿雨过天晴了，我们又找了另外一片沙滩。天晴了以后的风景真的太美了，海鸟就在下面飞，然后蔚蓝的海水可以看到下面的沙子和石头，远方还有一些帆船。我本来是想要飞到他们的头顶绕着他们转几圈，但是又怕打扰到他们，感觉也不太好，所以又回来了。还有人玩皮划艇啊什么的，真的，如果你是水上运动爱好者，来新西兰肯定没错的。这里的海水特别安静，就是很不容易起浪，因为外面有几个特别大的岛屿环绕着，就好像有台湾在那个福建那边，就会台风就会少很多，就有台湾和日本在，然后中国的台风就少了很多。但这时候很不幸的，电池没电了。没想到无人机一次只能飞半小时左右，可能不到半小时，它的电池只能支撑半小时，但是到20多分钟的时候就开始强制返航了，尴尬尴尬。一次可能真的需要起码2块电池吧，最好有3-4块电池才能比较开心的飞个可能飞满1小时。玩完无人机以后，我们就开始徒步了。走地鸟，哎，这是飞鸟还是火鸡？这应该都不是，就是这边独有的一种没法飞的鸟。黑飞鸟长什么样？黑飞鸟跟这有点像，但是灰不拉几的。灰色。对啊。黑鸟不会在阳光下，在这种开阔草地上面找吃的，它们都是藏起来。应该是，它们可能有带水吧，不知道。旁边是一只小。对啊，羊妈妈和羊宝宝。羊妈妈和羊宝宝，你们好。羊死了。哎呀，不要破坏意境。不过确实一股羊屎味儿。他在喝奶是吗？好专注的喝奶。这角度很漂亮啊。他找不到妈妈了，他找不到妈妈了，是不？他，
你把人家小羊都搞懵了，你们乱叫，你们乱叫把小羊搞懵了，他以为你是他妈。那只羊到处找妈妈，然后他妈跟在他后面。哪一只？就那只一直在叫的那只。他妈说你想屎是吧？你们把小羊搞成弱智了，连自己妈都不认识了。你现在捡盐分有多臭？他好像就认得自己妈了。他好像他得认得吗？只有他那哦，他突然生了两个，记起来我妈是长这样的。他妈说你这个弱智。我这里旁边叫那么久，他认得了吗？认得了，好像是跑过去找他妈了，连蹦带跳的。在这跑步太强了，太强了。这什么车啊？好，没叫他帮我们载。卡瓦萨基，帮我们叫他帮我们送我们上课，帮我们拉下去。他是干嘛的？他可能是，他可能是这个羊那个主人，他是这片农场主。农场主，对对。农场主来看他的羊有没有人口。从这里能看到天空塔哦，那边。哇，太帅了！我们到观景台了。了不起了不起，这个自然风光太了不起了。这里的美女也很漂亮。是谁家的老婆？是我的老婆。这里有很多羊。嗯。那这边的羊，你看它，其实它好像有点怀孕的症状。看它肚子多大？是它吃的大吧？不是。是不可能吃成这个样子，吃成这个样子。因为他这些羊很容易就吃成大肚子。是吗？不是我。这里有个观景台，来。在这飞个无人机多爽啊！那无人机怎么没带上来？没电了。哦，它只有一个电池，可以再多买几个电池。对啊。那个 track 就是好，等现在开始。track 是卡车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杨晶啊，track 是那个路线的意思，路线、路线会断路线啊，线路或者铁轨都可以。那我怎么记得是卡车？还是 track？ 是 U 不是 A？ 哦，差了一个字母。差了一个字母，对。对，我因为我有印象中就是。什么路口是观景啊？观景，观景，嗯，口澳，路口就是看，然后澳就是外面。对对对对。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到底是怀孕了还是吃撑的？这肯定是怀孕了，是吃成这个样子。那怎么怀成这个样子？好吧。羊的水池。对啊，你不知道吗？那时候羊哥不是还在喝水？我真的很想去喝水，我靠，太口渴了。它就是羊宝宝的大肚子。他们现在到了怀孕的季节吗？他们这是看季节的吗？好奇怪啊。那以前难道夏天不怀孕的吗？非要等到这个时候才怀孕，是不是他们那个主人刻意安排，就是一年就是受精，对，就这个时候让他们生宝宝，然后平时就不让他们生，让他们干别的。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吧？对，肯定是他们控制的。这次多了一个人啊，不光是他。Hello。快生了是不是啊？嗯。哦，他真的是农场主。Hi guys. Hi. Are you the owner? The Auckland Council. Okay, council. Oh, I see, I see. Yeah, I'm a ranger. Okay. So are all the sheep getting pregnant at this season? What's going on? Like. Yeah. It's planned. It's planned. Yeah, it's planned. Wow. Okay, I see. What's matter for this one? Oh, she wasn't well. I had to make a decision. Yeah. Yeah, we've got her baby though, so we're taking her back now. Oh, okay. Wow. You see this one here? That's lovely. This little lamb? Oh. Yeah, we saved the lamb. That was her mum, but she wasn't well. Oh, I see. Oh, okay. Yeah, that's really sad. Just, yeah, go hurry up.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Make it. Can you save it? Can you save the baby? We're gonna go give it some special milk. Okay. Yeah. Thank you. See you. Thank you. Can you save it? 他可能就是哪个羊该生了，快生了，他们都心里有都有记录的，什么时候怀孕的，什么时候是他安排的吗？他是奥克兰 council 的地，这是奥克兰 council 的地，他们是，是租的吗？还是说是来工作的 ？OK。地是奥克兰 council。OK， 是这样子 ，OK， 好吧。后面有两个小羊吗？对，后面躺着两个小羊。两只吗？后面躺了两个小羊啊。对。哇。看起来好像都是死的。啊。因为都不会动，都看不清，看不见那呼吸。Hello。就是那个羊已经没有呼吸了。我不想要。Hello。你这么是，不要这样子。好，可以，很好看。好的，爵爷往这边再来一点。
能挪一下，好，好 ，OK， 好好好，完美 ，perfect， 拍，三二一，我三二一干嘛？其实我一直在拍，有毛病，仪式感，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好好好，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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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美。拍，来竖着再来两张，好，完美。这边，太帅了。老雷，可以了，抓紧了，行。我们这就从莎士比亚公园出来，达到回府。这一天挺爽的啊，除了挖蛤蜊这段天气不太好，无人机的视频略受影响，其他的都很完美。无人机的操作和视频剪辑还要练习，尤其是我还不太会 color grade dlog， 希望以后能拍出越来越漂亮的视频让大家欣赏。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